佳，我是主持人马丽珊，我是主持人李一白，我是主持人赵丽。月儿高挂，清辉洒满大地，凉风习习，拨动我们的心弦。中秋的月儿最圆满，中秋的清风最多情。天上一轮明月，心中一轮明月，一轮明月，千种风情。这就是中秋的思绪，这就是中秋的滋味。月儿圆了，心也圆了，思念在这同心圆的轨迹上流淌。月儿躺了，溢满心田，思绪随月光飘向远方。月饼的香醇唤醒了浓浓的乡愁，音乐的旋律演绎着中华的情怀。捧一支月光，抚慰心中的失落，唱一曲歌谣，诉说对故乡的眷念。今晚让我们用梦作枕，今晚让我们用歌作诗，今晚让我们用舞抒情，今晚让我们用心欢呼，让我们的爱伴随着音乐告诉母亲，妈妈，我们想你。让我们的情伴随着旋律告诉祖国，中华，我们为你祝福。I'm tripping in the dirt and the same alive. But I know that I'm
Thank you.
奥斯瓦尔德爱上了美丽泼辣的吉普赛姑娘叶塞尼亚，并约她在河边相会。下面是二人在河边相遇的一幕。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我已经等了三天了。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我想到你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怎么？不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你就是喜欢取笑人，对不对？我可不喜欢别人捉弄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不，不，过来！放开我！放开！你给我过来！放开我！我教训教训你，倒霉的！你以为对吉普赛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你想杀死我？是的，是你逼的我。哦，你就这么讨厌我心里？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如果强迫只能让人厌恶。好吧，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可还是你的错。我错？你没有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这能怪我吗？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马上就砸碎你的脑袋，我们吉普赛说了算。我只想看看你眼睛。我不是来看你眼睛的，你别胡思乱想。谢谢。还疼吗？你的手真重，可我心里的伤比头上的伤还重。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你。我不像你那么会算命，可是我觉得我配得上你。我爱吉普赛。送上一份吉祥，洁白的哈达献给你，心中的歌儿唱给你。下面请欣赏藏族舞蹈《吉祥谣》，表演者圣安格鲁斯学联，编舞戴小莹。Next, we present a Tibetan dance, Lucky Ballad.Yeah.
山川河月山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我叫阿狗狗，你上面看到我，他们说 no， 那是我狗也叫。
唱我若苟否秀女孩，你说你抬抬怎么去家里还要不要来，我怕你抓得太快你能咬去呀，中心百般都嗨为你死干生还喊我不知死的关来，
首位祖国边疆战士们苦练杀敌本领。Please welcome Miss Yan and her powerful solo, Sea Gallop.也体会着奋进与成功，我们把青春和热情融入这英伦大地，用智慧和信念打造出一片未来。在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在炎黄子孙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刻，让我们对祖国母亲浓浓的思念，飞越壮美的平原，飞过夕阳下的城堡，
飞到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水之洲、河之湄、山之阳、海之滨，荡起层层涟漪，会有最美丽的祝福，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今天我们还有幸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我们的奥运大使天仙妹妹尔玛依娜。天仙妹妹以她精神美丽的形象吸引了广大的关注，她现在也是索爱的代言人，并同时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专项基金，帮助山区的同学上儿童上学。天仙妹妹在2006年七月紫禁城影业公司与峨眉电影集团联合拍摄的《香巴拉信使》中扮演女主角。该片获2006年中国电影最高奖项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今年6月，她还领衔主演了一部原生态艺术类电影《尔玛的婚礼》。该片现在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在年底中央六台跟大家见面。天仙妹妹还参与了奥运北京电视台为奥运祈福的节目，并于今年8月被选为2008年的奥运火炬手，代表羌族参加奥运圣火传递。嗯，好，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天仙妹妹的信息，建议您到互联网上去搜索。好了，那么介绍了这么多天仙妹妹的情况，相信大家早已经很着急了。那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天仙妹妹尔玛依娜，为大家带来这首韵味十足的扎酒歌。Let's now welcome our invited celebrity, the face of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 Erma Ina, to bring us this beautiful song, The Song of Tasting. Oh,
飘来。当街道上的音箱在静静绽放，把你的钟声敲响我的回忆。钢琴的键盘弹出我们的心声。我们在色彩的理想中荡漾，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让我们记住每一份感动，每一份欢笑。让我们珍藏每一份温馨，每一份关爱。朋友们，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2007中秋月中华琴音乐晚会就要依依不舍地跟大家说再见了。在此，让我们。